家好，我是 C2C 義工團的 Linda， 很開心咧，今天來到呢、這個心連心夢飛翔的閉幕典禮，在我身邊就是今天的主辦單位是兩地一心的黃欣欣小姐，她是個主席嚟嘅。咁好多謝黃欣欣小姐接受我哋嘅訪問先啦。咁我想問一下啦，你覺得今天的活動咧整體嘅感覺是點啊？我覺得今天都非常之流暢的，而且出席的人都非常之多。由一開始的時候，人來到、去看心卡啦，和登記都安排得非常之井井有條的，我自己都覺得、又熱鬧啦，又順利啦，又順暢，非常之好。係啊，我都覺得今天的氣氛是非常之好啊！現場的參與所有的學校啦，或者嘉賓啦，我哋都好投入喺裏邊咯。咁好似今天的主題一樣啦，係心連心夢飛翔啦。咁唔知黃欣欣女士，你覺得咧青少年要去實踐自己嘅夢想，你可以俾一啲鼓勵嘅説話佢哋嘛？我都今次呢個活動都令到我自己諗翻咧。我記得我自己以前我都有個夢想咧，就係喺話劇方面去去發展。但係當時咧我就冇人鼓勵啦，咁就真係放棄咗自己夢想。咁所以其實我即係今次搞呢個活動，我都想藉呢個機會去貢獻翻俾而家嘅青少年。如果真係有自己夢想咧，就唔好俾人偷走咯，即係唔好因為一啲其他人嘅説話或者因為一啲外在環境咧，就覺將自己夢想咧就擺埋。在一邊，其實就是對自己沒有信心，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呢，即如果真的有自己夢想的話，就咬實不放，而我相信呢，只要你堅持的話，一定會成功的。是啊，即對自己有信心啦，還有毅力啦，也是、讓青少年有一個、再接再厲、只要不放棄的精神呢，就可以達到我們夢想的。最後呢也問一下，你覺得我們、C2C 義工團呢，我們今天、台前幕後啦的、工作人員，你有什麼表現啊？其實今次應該是第二次跟 C2 義工團去合作㗎啦，咁我都真係覺得你哋呢隊團隊咧好有團隊精神，咁同埋你哋係即係好識執位啊，有啲地方需要你哋咧，你就會出嚟做；有啲地方係唔需要你哋咧，你哋會即係放手俾其他人做。咁所以今日我亦都覺得咧，即係好滿意咯，覺得好似有好多人喺度幫手緊呢個活動，但係又一啲都唔混亂。咁我相信 C2 喺呢一方面咧，即係好有功力先至有呢種咁嘅效果。好，多謝曬黃欣欣小姐，多謝，多謝曬。